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我带大家过嚟台山市斗山镇南洋村，欢迎你。正正就喺路边嘅，我啊见到呢度有个都几耐岁月嘅牌坊啊，响台山呢度咧，好多村系同名同姓嘅。响端芬嗰边又有一条叫做南洋村啊，咁呢条就系斗山镇嘅南洋村，牌坊两边就有两个凉亭啊，或者系记功亭啊，或者系纪念亭啊。牌坊前面石匾啊，同埋有一个神位啊，哇！呢度系拜哪吒神嘅，风火轮啊！熊熊火火，驱邪远出村乡外，引福归还祠果中，即系驱邪驱魔啊！嗱，呢度就有一个小牌楼，上边刻咗好多介绍佢条村嘅大概嘅情况啊。我依家咁睇落去，呢條村剛剛佢同嗰個美男里係相隔一兩公里啫。但係呢條村啊，姓曾嘅比較多喎，亦有姓阮嘅，亦有姓趙嘅。依家入咗南洋村，村入邊咁啊，呢條村道都係海外鄉親出資興建嘅。阿毛你好。九十多岁啊！九十岁嚟啦！哇，九十岁哦！哎呀，十六个室噶，十六个啊，哇，十一个好福气哦！廿一个啊，喂，今年廿五岁，七十过来，俺个九十岁过来，你一个天的压力呀，你一天的压力唔大噶嘛？只要阿家保阿家，系咯系咯，阿家唔保阿家，你冇话企。开门呀，阿得，吓，系，行啊，跳啊，系啊，行啊，都系叻啊，叻啊，叻哦，得意洋洋，看，响你学看，看唔出你有九十多岁哦，系啊，看唔见啊，看唔出，我一岁银咩，对跟人人穷志不穷，对跟住个志气，哦，真系，人穷志不穷，系嘛，啱，系。春来好运到顺运耶，福后台有龙运兴旺，富贵吉祥轮年年好，家兴运吉祥万事兴，家兴运吉对跟住万事兴嘛。万事兴，哎，家和万事兴。系啦，呢个最啱听，家和万事兴。系啦，正心嘅厄福同埋喜生财。对对对，系咪啊？你家欠唔話零啲，零啲唔話冇錢。冇你講呀，係要講呀。哎呀，應該想同啦。應該想。哎呀。黐下毛啲福氣啊！係啦，黐啲福氣先。黐下你啲福氣。我你同我講呀，哎呀，同我講我黐。哦。我奶都唔去，連塞到撈嘴，個塞撈蛋。哦。嗱，呢個阿毛啊，九啊幾歲啊，你真係睇唔出佢啊，神采奕奕，精神爽利啊！精神爽利啊，阿毛你啊，哇，活力衝勁啊！九啊幾歲啊，呢個阿毛啊，真係心態好，最緊要心態好。佢話呢度啲出曬去美國啊？係，佢話。佢四個仔，三個女，老三、老四仔就仲喺度，其他就去上美國咯。哦，一入嚟呢個曬谷場，咁啊呢條村就係坐東向西啊，面前就有一個水塘，呢個水塘就冇剛剛斗山鎮嘅美南村咁市正啊。原来呢度系属于琶洲村委嘅，同美南村系同一个村委嘅。
村务公告，墙上有一块石匾，雕刻住好多啲慈善乡亲啊，啲名啊，都系姓曾噶。1998年6月重建。嗱，喺斗山镇南洋村，曾氏宗族聚居嘅。喺台山，曾氏宗族嘅村就唔系好多嘅。如果系姓曾嘅，好多都系客家人。唔知系咪斗山呢度开始慢慢有一啲系客家人？客家人就系、是。即是在江西啊、福建啊、湖南啊、广西那边迁过来的。这条南洋村就不是很大条的，一条小村落。阿叔你好，哎你好啊，过来参观旅游，拍一拍这些村容村貌啊。依家你哋條村常住人口有幾多啊？依家哦，依家住喺條村嘅，100個人，一百個人到啦。要130人。哦，130人。有村工作嘅。哦，嗯，即係100多人咧。哦，我好寧靜啊。係啊，即係見唔到話好多啲村民啊咁樣。係咯，個個去做下工啊，去做做工啊。哦，去開工。嗯，好。系叫佢捞，捞客啊，你捞佢啊，喺屋企啊。即系老人家就喺村入边咧。即系老人家，后生系咪去做工啊？嗯，好。埋黑翻。哦，黑就翻。唔该阿叔，唔该。好，你拍咗。嗱，我就行入呢啲乡村嘅小巷。影一影呢條斗山鎮南洋村，個名啊起得幾好聽噃，南洋南洋，咁係咪呢啲村民全部舊陣時都下曬南洋啊？呢條村都係姓曾嘅。頭先我響斗山鎮路邊見到有一條村。是寫了一個招牌，曾俊華故居。曾俊華曾經是做過香港財政司司長的。我一路在小巷走進來，這裡後面這些華僑老宅就不是很多，大部分都是啲青磚瓦背頂的老宅啊！我見到暫時見到就是呢一座水泥華僑老宅啊，但係都好樸素嘅。呢個正門口佢就唔係馬石嘅，可能後來係用啲水磨石批檔裝飾過嘅。之前應該破壞了的。你看它這些窗簾，每一個窗的窗簾都有一些即是泥塑的圖案裝飾的。越往村後行，呢啲長曬青苔嘅青磚老宅就越荒涼啦。南洋村13巷。兩邊嗰啲青磚牆都起曬青菜啊！
南洋村呢度啲民居就冇咩话十分特别嘅，即系令人眼前一亮嘅比较特别嗰啲民居啊，全部都系朴朴素素嘅瓦背顶老宅，连华侨翻嚟建嘅一啲洋楼都好少见到，系一条好朴素嘅古村落啊！呢個外牆貼曬瓷片嘅，個就係讚傳真公祠，咁就係南洋村真氏宗族嘅一個祠堂。兩三點鐘，啲村民啊出嚟唞涼飲茶。啲肥椒噶嘛，冇人啊！我老媽子又係姓曾嘅，所以佢同啲阿叔，阿叔你好。你好，系，我老妈子又系姓曾嘅，不过，系啊系啊，不过我哋咧就系客家人，客家人，系客家人，啊，冇人啊，河源啊，河源，系河源嗰边，唔系梅县噶，唔系梅县，我而家要个人，我又要跟住要。做工啦、啊，哦，系啊，啊，佢年都翻嚟，佢系紫外线，佢系紫外线啦，个个都要，好我呢两姓曾同埋姓周嘅，两个姓，哦，两个姓嘅，姓曾同姓周嘅，姓赵啊，姓赵啊，边个周啊？赵啊，赵，捞赵啊，哦，赵，哦，赵子龙嘅赵，哦，姓赵，哦，呢条村原来系姓曾同姓赵嘅，系啦，咁惨嘅。等等啊，老祖宗啊，老祖宗等等啊，饮茶啦，多谢多谢，等等啊，老祖宗，老祖宗等等啊，三星堂啊，三星堂啊，三星堂，系啊，三星堂系咪？哎呀，三星堂，你老赚三星堂都唔知啊，系老赚三星堂唔知啊，系喎，等等啊，黐人啊。收割機一般台山呢度啲稻田，全部都係請外地人開呢啲收割機過嚟呢度收割，所以呢家算係機械化啦，好方便咧。到村尾田边就有一座圣业大楼，荣思堂南洋村，以前就啲村民喺度大战四方城，村前村后都有几棵呢啲古榕啊。我在台山市斗山镇南洋村，这里属于琶洲村位，转了一圈，这里就很少有华侨旧阵时起落那些洋楼，大部分都是那只青砖瓦背顶老宅。今天我在斗山镇南洋村的拍摄就到这里，十分多謝大家的收睇和支持，拜拜。